先将底板和配件安装好。这个把手朝内侧，安装支架，连接底板和主体，装好盖帽，滑动看是否顺畅。可通过这两颗螺丝调整缝隙。可通过这两个螺丝调节配件角度。安装修边机，使用演示。根据需要安装刀头，确定好位置，放好导轨，调节底板，使底板贴紧桌面。根据需要调节刀头高低，刀头高出半毫米，松开所有螺丝，调节修边机位置，也可根据需要使用线位扳手。扳手锁紧后，可提起转到需要的方向即可。通过铜柱微调距离，
确定中心，固定起源附件，调整半径距离，调整底板。